經的地位，但是很可惜現在已經變了只是派錢，所以呢這個裝甲車是代表了這種隱形我們看不到，但是文化入侵和破壞我們本土文化帶來的是劣質中國文化，劣質中國文化就是代表了貪污破壞甚至乎是見死不救，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這些，我們需要的是優質中國文化，我們要起來反抗這些劣質中國文化滲透我們香港。撐普選。